有外国人妻在网上嬲爆发问，指原本同丈夫计划带两名年幼孩子去滑雪圣地度假一周，但丈夫的堂兄丧妻后悲痛欲绝，更遗下两名孩子。两名孩子的年纪同楼主的孩子相若，丈夫想尽力帮忙堂兄，其后更提议带同对方的小孩一起去度假，但楼主因为预算问题反对。没想到发现丈夫竟然暗暗用自己的钱为堂兄的孩子买了套票，自己的孩子反而没份，夫妇为此起争执，最后楼主决定取消度假。网民力撑楼主决定，一面倒批评丈夫离谱行为，认为做人都要有界线，该以自己的孩子优先。有人更指楼主的丈夫是假好人，只是为了自身形象才会这么做。大家又怎么看呢？